年那烟火秀让人看了就陶醉，往年都在七夕前后举办的大稻埕情人节，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后到16号举行。不只有魏如萱、曾沛慈等五组艺人表演，更有长达8分钟的烟火秀要抓住民众眼球。周边有捷运北门、中山、双连及大桥头站，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。为了让活动顺利举行，台北市也会在当天从晚上6点到11点实施交管，周边也不提供停车空间。而为了防疫，台北市也只让1500人进场，而且还是线上抽签，最多一人中签，两人同行。北市府也会寄出严格管制措施，希望大家进场的时候是一起进场，我们不希望说民众你一个人进场，然后还要在时间内再去外面带另外一个人。我们当天是蛮严格的限制，是一人同行，两人进场。如果你有带到小朋友来，那我们可能会非常婉拒的跟您说，那不好意思。此外，能进场的民众，台北市还会加送一块野餐垫，不过也提醒到时候场内不能饮食，可以在地上坐下。而不能进场的民众，台北市也介绍包括北门等可以看到烟火的景点，以及提供线上直播，让大家不用挤到现场，也可以过一个晚来依然精彩的情人节。